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，冇纠缠喺今届立法会选举嘅投票率。投票率咧，大家唔使担心，唔使纠缠喺呢个问题，因为根本咧系无先例可援。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咧，无论系环境、制度、投票方法、参加人数。 每一個參選人可以投放入去嘅資源，同今次係完全冇得比嘅，所以唔值得咧，係為咗個投票率嚟到係作各種嘅糾纏啊，或者去辯論。